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。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花莲县政府春节物资发放作业25号是来到了花莲中区的万荣、凤林、寿丰三乡镇的展开。民政处长和地方公所村长一起亲手将物资送给每一位弱势户的手中，让他们提前感受佳节的欢喜气氛。在发放的现场，乡亲们守次序的排队，在社会处的人员引导之下，依序领取生活物资，而社会处长也与乡亲寒暄，各自亲自送上春节的祝福。花莲县政府一三节物资发送作业，县府社会处指出，今天的物资总共发放了1657份，在乡镇公所首长的陪同之下，除了亲自发放并慰问关怀，更是不忘叮咛老人长辈注意身体健康，也提醒乡亲注意防疫措施，并在场的所有民众感到窝心。记者林杰综合报道。